其实我第一次在台湾玩够了，这个真的买的时候好像新世界的感觉。因为我是外国人，所以直接出门买东西比较方便，所以本来有一点不敢玩够。反正呢，我买了这些，所以今天呢，我要开箱，我到底买什么了呢？我的第一个买什么呢？就是这个，我本来超想买的。这个好大的台湾啤酒杯子，因为本来去热炒的话就小小的杯子嘛，可是我想找找看有没有大的台湾啤酒杯子。哇，好好看呢！下一个，这太大了吧？这是什么？好重哦！哦，这个要介绍，这个应该台湾人的都。这什么买？可是呢，这个好像在韩国很有名的台湾什么什么被子。哇，也不大啊，真的也不大。这个有很多颜色，哇，这超有感觉。这个好像那个韩国人叫台湾茶被子，所以我买了。可是韩国人都用刀勺子合起来，因为这个好看吧？里面有鱼，好好看呢。看这边吧，这个小小的。짠，我买了海报布。제가이거샀는데이게한국에서인테리어로많이쓰더라고요요즘집에만있으니까약간집인테리어를하고싶어가지고짠짠요 IG 感觉吗就看 IG 什么放箭的时候都有这个放墙壁한개는이거랑또한개이거는라라랜드문양같은걸샀어요이거춤추는게너무문양이너무이쁜거예요질도꽤괜찮아요还有下一个这个也是好像海报布这个比较大的아니이거를저번에저희가캠핑할때사려고더큰거를이제사우디바이호가서샀거든요돈들이서근데여기들어있어저거我记得这很便宜可是哦它还有送那个有棒棒的星星我们为什么买了아짜증나제가이거를샀습니다어너무크다침대앞에다가붙이려고요왜냐면요즘못나가니까약간살짝답답하더라고요그러면여기딱붙이면약간더청량한느낌이들것같아서요걸로샀는데오마이크저거따져혹시마라보고这个好像我在网络上查东西的时候这个好像很流行有名好像很有名的感觉一直被推荐了而且我玩过的时候看到有很多自己炸热的火锅他说这个是台湾版本的所以我很好奇到底怎么自己炸热好像没看过啊想起来了짜잔짠짠짠이거台湾 T 恤我本来想买台湾 T 恤可是不知道在哪里买而且这个很特别的是它的字好特别哦就是很帅的感觉台湾인나这一个我应该知道이거는이제한국인들이약간부러워만할그런건데요이제혹시한국인들중에서도번체자로중국어를배우고싶은분이있잖아요근데한국에번체자로된중국어교재가별로없어요그래서항상저도이제간체자로된거를많이샀거든요근데이게대만에있는대학에서번체자로교재를냈다고하네요그래서제가이제공부를이제시작해보려고책을드디어샀습니다어어떡해나할수있을까나할수있을까처음으로번체자사서너무기쁜데책에화이팅을외쳐주세요제가공부하는거많이인스타로인증할테니까많이지켜봐주세요就是睡衣，每天在家里，所以我觉得睡衣变成很重要的衣服了。哎、欸，我괜찮은데？哦，너무귀엽다，사과，只剩下两个哎，제가이거를샀습니다。오마이러这么大的东西？오마이러这个火锅用的，这个火锅吃到饱有的，哇，好大哦！我以为是。像那样子韩国泡面的锅泡面锅吗那样子的大小可是啊这么大哦现在不能去火锅吃到饱嘛所以我直接买了这里是麻辣口味这里是白汤这刚好짜잔这个是什么啊我要用杯子哈哈哈哈
台风痞子狂吗？这个不是我的，大家不要误会了，都是林老师的啦。오맥잔이거를대만쇼핑몰에서발견했어요이게되게좀대만에서유행해야한다해야되나이거를추천을받았어요제가쓴이더쓴이더와好帅哦这个可是有点像台湾啤酒杯子啊哦超级像这就热炒店的杯子我看一下一样有一样耶这个很贵呢啊뭐야但是这个不要买这个一样的大小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有소맥잔这个好像也是在韩国有点有名吗好像我在什么韩国节目里面看过诶原来这个一样的大小어머어머완전一样耶可是它有写여기선이그소주를넣는부분이고그다음에맥주는여기까지다넣으면되는거거든요이렇게마시면은되게소맥이맛있다고그래요막섞는게아니라다이렇게있었답니다因为林老师不太知道烧啤吧他想要专业嘛所以买了这个杯子그리고그김에한개만사기좀그래가지고이제꼭칩이거되게맛있어요이거진짜맛있고그리고이거제가좋아하는거대신배말러강국인간다먹어다먹어다먹어라